游戏中有不少植物都会进入休息时间，那么这些植物分别是谁呢？椰子加农炮开炮后会进入休息时间，向日葵歌手会让它永久沉睡，弹簧豆弹走僵尸后也会进入休息时间，火葫芦喷火之后也会陷入沉睡之中去，胡萝卜导弹车也是发完导弹就睡觉，导弹萝卜算是如出一辙，大力花菜那是累得相当快，香蕉和冰仙子那种休息都没明显变化的，无损战机的话算是枪管过热不得不休息咯，蚕豆突击队则是攻击一轮就休息了，旋转菠萝弹弹就休息了，电击蓝莓也会睡觉，南瓜巫师算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会休息的植物了，玉米加农炮也是趴地上睡觉的，芭蕉舞蹈家同样会休息下来，飞镖杨记攻击一会儿也会休息，各位同学还知道哪些植物会有明显的休息状态呢？